再续前缘的感觉，就是很开心，多了一个很熟悉的伙伴。因为毕竟之前有一起应援过，然后也有一起到国外应援过，所以很开心，就是再续前缘这样子。最近很喜欢红色的，但是这个旗袍红色好漂亮，还有 Wait and Dragons 的 Cuties 跳饰很有力样，我很喜欢。对，开心，好。那请问加入味全龙后首次合体应援的心情怎么样？就是有一种再续前缘的感觉，然后就是很开心，因为就是多了一个很熟悉的伙伴。因为毕竟之前有一起应援过，然后也有一起到国外应援过，所以很开心，就是再续前缘这样子。对于这个服装跟舞蹈风格感受怎么样呢？就今天这一套这样子。这套吗？这套就是走一个旗袍路线，我自己是觉得很喜欢。那时候我拍完的时候就传给我家人看，我妈就说：“你穿这个好适合哦，好可爱哦。”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一套服装。那至于开场舞的部分，我觉得今天的开场舞真的是有点难到，那时候真的是练了蛮久的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，希望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。最近很喜欢红色的。但是这个旗袍红色好漂亮，还有 Wait and Dragons 的 Cuties 跳饰很 powerful 的有力样，我很喜欢。Go Go Kevin Go Go Kevin Go Go 红不浪郑凯文，耶、